昨天咱们的白马小龙利用吸血特技准备单挑化胜，但是效果不尽如意啊，最终的话还是惨死在对面的刀下。所以今天啊，咱们有所调整，准备利用雪奈红孩儿带鬼魂套，看能不能有机会挑战成功。由于咱们的红孩儿是全魔加点的啊，这次的话需要雪奈属性，咱们花500万给他重置下属性点。先重置一次啊，就会变成物理的红孩儿，然后再花500万再次转型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变成法术的红孩儿了，然后再在藏宝阁啊买一本高级模型拍上去就可以了，相当于花了100-200块钱啊，给红孩儿的话重新洗了个点，相对于洗点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啊。 OK 啊，这样的话咱们红孩儿已经重置属性成功了，对面怪物没有驱鬼啊，所以咱们给咱们把红孩儿带上一套鬼魂套，临时凑的啊，就随便先用着吧。加点的话咱们就选择加点了，不加魔力，耐力的话加到1900跟差不多了吧。 OK 1924啊，别的话都全部加气血。 OK 加完点7800的血，1900的防御，这个属性的话以后 PK 也能用啊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打天赋啊，咱们打速度符吧，我感觉红孩儿得比对面的怪物快啊，不然的话都出不了手。既然红孩儿要用鬼魂套啊，咱们任务的话必须得扛揍啊，在藏宝阁买一个光辉头盔啊，89块钱一点都不贵。戴上之后啊，咱们的防御已经来到3500了，不知道这属性啊能不能扛住对面的狂轰乱炸。杀之前啊再看一眼攻略，攻略说击杀小怪6次之后啊，小怪就不会再神佑了。 OK 啊，感觉有机会啊，来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咱们开局的话先给红孩儿打一个光辉，看红孩儿烧多少啊，直接效力我应该分还够啊，直接守光辉，断也不通，6000多，哎呀这还真还行啊，再来一次狂揍啊，可以啊，打过来不是很痛，很狂揍，给自己加血，红孩儿继续烧，又烧6000，对面25000的血啊，烧个4次也就差不多了。哎呦，不过这法伤是真的高啊，只能出2次。不行了不行了，全弹属性咱们人物扛不住啊，得去换个属性，全弹扛不住法系秒，咱们这次切一个半耐半魔属性，法皇的话又高了一点，再试试看啊能不能扛得住。我去，这多少法伤啊，都根本扛不住啊，还会上小死亡，这你妹的，难道要让我切个全魔吗？这不切全魔的话物理怪打过来还行，那法术根本扛不住啊。想要成功必须得一边试错啊，咱们再换一套全魔属性，把衣服的魔力符改成法防符，不然对面秒怪真的太痛了。当然咱们的项链符也要换成体质符，这样的话血防也更加多一点，还是不行啊，对面法系秒怪太痛了，不能硬生生扛对面法系秒啊，咱没有输出，所以的话带红孩儿开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啊，等红孩儿复活的话根本等不了这么长时间，要不咱们就无限点拉自己秒吧，当个尸体龙宫，看能不能把对面肉怪给秒死啊，多准备点药啊，买点200多瓶的备御大金，哎这药是真的贵啊，再把衣服跟项链的符换过来，我这个就喜欢折腾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打符嘛这小钱啊，药都几100000一颗了，但是符上不去确实有点上火，不得70以上吗？啊可以了，72%了，来吧再试一次，咱们第一回合直接出孩子，宝宝的话可以下一个小怪，宝宝打2000，打了一般话啊，出个孩子可以呀、啊，人物还挺防度的啊，全魔也是还可以的嘛，2100的防御，直接秒啊，点2秒，宝宝给自己卡血，一手秒过去，伤害不是很高啊，主要是没有法爆。哎呀，你看这就对了嘛，疯狂放烟花。哎呦，对面地狱烈火好痛啊，感觉很有必要给咱们的孩子改本高级火系啊。先走一步，改本高级火系吧。
咱们还是反方很高啊，但是也不是特别高啊，可以考虑咱们高级火系。来吧，高级火系，给我进去！要抵抗，抵抗是核心技能啊，咱们必须得在10块钱买一本吧。来吧，给我掉招架，进去！你妹的，这都能循环？哎呀，再来一本，高级火系，给我进去！我操，又掉抵抗了吗？妹的，循环了又。等一下，我去，打错书啦！妹的，火系打到这个孩子身上了，我真的服了。能不能长点脑子，长点脑子？来吧，继续打啊！最好的话是掉水系啊，给我进去。掉了敏捷，敏捷也行吧，敏捷反正暂时用不到，后期要的话再补。再练点。长生的药啊，这次准备的好一点，220的品质的大金再买几个，紫星玉露丸也买几个吧，这咱们做好准备，毕竟要孩子好嘛。来吧，DN 尝试，这次的话就是利用孩子硬扛啊，然后无限点拉自己，只要秒飞对面就有怪嘛，对面就被连体怪啊，所以的话感觉还是有机会的，把孩子拉出来，再给孩子打个光辉。光辉再加10%的防御啊，感觉是加成很大的。OK 啊，下面的话就是无限开瞄了。咱的吸收打得不错啊，相当于能每回合回8-900的血。无限点拉自己，一周瞄，再点拉，继续瞄。对面怪只有25啊，感觉这么秒下去的话，感觉有希望呀。第500秒，疯狂秒，好的，终于飞一个怪，继续秒，再秒，2个怪，我去，对面还会开无间呀，真你妹的，什么情况？这玩毛呀，这顶不住了呀，2回合的大锁，咱们孩子的话只能给这卡血了。2回合到了，继续拉自己。对面已经绿2个怪了，3个。孩子能绿一把吗？绿了还有希望。来吧，别谈消息，给个绿，你妹的！哎，这孩子不绿呀、啊，绿了还是有机会的。这孩子有毒啊！赶紧改个名字。如果多绿几把的话，真有可能单挑过。我操你个猴子！改完名之后一把都不绿，神经病吧！连续15把名字。这比之前的人气啊，咱们已经使了25次了，很晕。来吧，最后一次，咱们已经没有经验，因为之前药品不够啊，所以的话，咱们只能赌一手孩子绿才有机会能赢下的。开始还是一样啊，拉孩子光辉，无限点拉自己啊，这把的话再出个万鬼幡，把妹的话也可以扛扛伤害啊。因为龙被封了，所以的话，无限还是给一卡药。看能不能扛住吧，再狠狠拉自己，秒过去还可以，这把没有办法了，只能赌把绿了。没谈消息，应该是绿了啊！我去，真不容易呀、啊！难道这把有机会？绿把可以，青石抗风，加血。一个龙卷，再来一龙卷，孩子已经很健康，我就是无限卷，这把有希望呀！赶紧给自己卡一个费玉的紫星玉露丸，可以，直接满血，来吧，给我卷，起来再卷，
直接秒绿四个怪，难道这把真的有机会？卡方神吧，卡方神吧，我一手。卡方神吧。绿了怪之后啊，对面陷入疯狂状态，还洗不见，能扛回能扛住吗？没出长神啊，运气差了一点，不好气。喜怒没绿是吧？我建议直接抗龙无悔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呢？直接抗龙，抗龙，先来个抗龙。然后无限卡药，再找机会抗龙。好，再来一个，浪费了啊！龙腾好了，不过也行吧。孩子无限卡药，等无限过，起来再抗龙，行吧。无限卡被御，起来再来抗龙。马哥能扛一次伤害啊？先来个长神吧，长神概率比较大。标记就那个嘛，就那个。哎，如果刚那单秒是不是？没出没，我操，这个运气不太好啊！来紫星吧，我操，再稳一手。妈，被玉，操了，没出，妈的！一个蜡，一个还魂吧。还没结束，还少一个，还少这个好像是。没被御，操了，坏了！我操！那咋整啊？还得毒骂神药。矿龙还，再来一个吧。神出了就行了，不出没了。还在。出吧，贝玉，我能多出手一手，现在没机会出手啊！尽力了，尽力了，真不行，真不行，真不行！能无限扛吗？起来，来抗龙吧，没办法了。扛不住了，只能渡神佑了。没结束，八百血，拉起来了，秒过去不会飞了吧？翻家，稳一手吧，下回合抗龙，先秒，还有药，药还有啊，够，应该过了。这个法王很高啊，一下子还点不死。不过我有备御啊，我有备大金，没备御了，但是我高品质大金，220的。再秒一手吧，抗龙，先抗龙再拉，好吧，这把抗龙
下回还是给这卡拿金。还不死，多血哦！好，现在无限卡大，无限卡被愈了啊！无限卡被愈了。这多血呀！哎呦，又他妈节奏不太对劲。可惜没长神。三千四，我操，妈还爆了！是这个，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。差不多了吧，感觉差不多了吧，还不死，我操，还不死，不绿没了。没绿啊，没绿的话没有办法了，只能下一把，今天经验不够了啊，就差一点点啊，感觉还是有机会的。